快呢、啊這個。Thinking of the picture running all around my head, girl. Oh, oh, oh. Last night you got me thinking that the devil's in control, girl. I may be smoking on the herb, but I'm feeling like your body's made it go, girl. Sing it to me now.嚟到酒店咧，咁我就會俾你睇下我間酒店房係點樣嘅先。左手邊就會係沖涼加廁所，咁有個浴缸啦呢度。好啦，出翻嚟咧就會有一張 king size bed 啦，就嚟緊我五日瞓嘅地方。左手邊會有部電視，有張 sofa 同埋張台嘅。出面呢就是個景啦，其實呢間酒店真的很好，因為呢本身 check-in 的時間是3点钟，但是呢我現在是9点几就可以有間房了，所以這個真是一個5星级的服務來的。左手邊就是哈利法塔了，不知道叫哈利法塔還是卡利法塔，即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築物。下面呢就是個水池，每天呢夜晚呢它就會在播音樂的，然後如果你上去卡利法塔看的話呢，那就可以見到整個表演了。又買了頭巾，但我覺得咧係唔好襯，所以我已經除咗啦，唔想戴啦已經。側邊咧就係卡洛索。琴日咧我哋喺呢一度咧係食嘅，咁咧就今日就同我一齊去沙漠探險啊！這裡呢就是我們夜晚吃飯的地方了，它會提供shisha 啦，還有是會有應該有些舞會這樣的shisha 就在後面準備著了，我要捉實了，現在希望不會彈出去了。爸爸去哪裡？前面快點啊，有些牛底現在死了，今次糟了，起闹啦！哇哇！哈！似系港姐咁样围一周啊！佢行一个圈嘅啫喎，而家呢度。完啦！我先坐落嚟嗰下，我感觉我个波波好似受损啊！嚟到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啦 ，Burj Khalifa， 有成160层啊！通常咧呢啲建筑物咧都系要行几个圈咧先至可以去到嘅，之后咧几个圈咧系讲紧。啲歷史咯，
他用我電話拍，但是我為了報答他，我買了一張了。我這張相機真的很貴，我告訴你，200多元一張而已。現在的國家都會有一座很高的東西去賺遊客的錢的，這裡都不例外，那我也都不例外，給人賺到錢。好了，我現在走了，今天的行程已經完滿結束，拜拜。身後面就是 Dubai Frame 了，它是杜拜的新景點來的，今年1月1日才開幕而已。可以在上面有一條天橋的東西是可以看到下面的，就好像是透明玻璃一樣，你可以在玻璃上面看，就是這樣了。夸张啊，有个 king 啊。